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为您现场直播的是第九届英式杯世界围棋锦标赛十六强战的对决。由我和刘晓光老师为大家做讲解。刘老师您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来介绍棋局。今天是第二轮，本赛的第二轮。那么今天呢，有很多中韩之间的对决，也有我们中国棋手互相之间的对决。对，很有意思的是，大家都是对着电脑屏幕下的，对，不是面对面下的。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呢，就是要介绍两盘棋。这个第一局呢，就是选这个申真旭和范廷钰的。是的。那么今天主要是也是比较强的，选比较强那个，我们认为是那个眼球比较那个能够大家比较关注的 关注的这个中韩对抗。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对局的现场画面，就每个棋手对着都是电脑，但是实际上他们有可能就是互相之间在下啊，这是韩方在下棋。哦，这是在韩国。对，这是韩国韩国的镜头，这是在中国棋院的。哎呦，他小半在吃东西。哦，需要补充点体力，取营体力。这小范现在真的是要新的这种业态，新的这种对局方式已经形成了。这是申真旭，申真旭目前等分排名韩国第一啊，而且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啊，这个超过朴廷桓也很久了。对，是的。但是毫无疑问，他和朴廷桓都是非常难对付的选手。对啊，这是柯洁。柯洁今天他对阵的是姜维杰，这是在中国棋院，这柯洁我们的一号选手啊。其实姜维杰就在他旁边，但是他们两个人都是对着电脑在下。哦，不是面对面。对，不能下面棋。不能下面棋。都只能看电脑。是的，是的。这是他的对手姜维杰。对，这是他们的棋局进行。姜维杰。这都是我们的一线棋手、没错，都是正当年啊，非常突出的棋手。对，这是唐伟新。唐伟新，唐伟新很年轻啊，但是他的脑门也越来越亮了。是刻苦训练的结果吗？这是？不是，这个不也是。跟遗传很有关系。这是陶欣然。陶欣然，陶欣然也是，现在也能坐在这个一线，也是很厉害啊。对，没错，很厉害。陶欣然能坐在那里下棋的人，都不会弱的。好，我们现在来给大家介绍棋局啊。这申真旭对范廷钰。对，这个。黑棋呢是申真旭，范廷钰是直白，这个都是猜先的，应该是啊，没错，申真旭这个两个小目，这个也是星小目，正常的一个布局。我看申真旭下这种小目也挺多的，错小目是吧？错小目挺多的，他先挂了这个，对，挂角，然后呢，这个第一挂呢，这个它是尖顶的，没错，不是这个很多吗？是吧？这个很多，尖完之后再拆一。这个比较稳当，但是现在以前呢都是拆低的，现在都是拆高的，是，反正这个呢都经过他们的验算呢，都已经形成共识，都是觉得这是定式，现代定式，以前我们不这么想，以前老的时候觉得三路尖完跳啊，不如这个，以前都是说这个可以下，这个呢就贬了一路，说是这样行吗？怀疑，但是现在都这么下。对，这棋呢是这样，刘老师，据我观察，好像拿白棋的尖顶会比较多一点。为什么？你觉得这样白的好？不是说拿白棋就一定这样好一点，但是作为白棋这一方来说，因为它初始的胜率是会比较高，在57%-58%之间，那么所以作为白棋这一方要尽快的定型，这个是可能定型越早，这是大家达成共识的一件事。定型越早，这个你的这个就作战的风险就小。没错。
作为黑棋要下的激进一点，就是说，就是说赶快定型，打一个大型定式，一下子弄个四五十手的定式，那最好，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那个呢就是最佳。还有一种说法就是遇到比自己强的对手，就打定式，对，要越大型越好。你不要就是挑自己熟的下，就不能不出错的。不出错的，不是挑自己熟的，对，挑自己熟的，挑自己熟的，不要出错的那种，不要出就是自己熟嘛，就是定式嘛，就容易掌控。是的，是的。你要是下一个陌生的老常考，在这老判断，那个呢，出错的概率高。没错，没错。所以呢，你遇到高手的时候，最好把局面就吓死他，这个是比较好。简化，简化，这是一种说法。所以呢。就是说高手就说哎，一下下棋盘，我有一句话叫棋盘变小，就是本来变化很多，现在变化很少，这个就是作为下手来说，这个就方便了。好，我们现在来看啊，这个走成这样之后他挂角，对，挂角之后呢，他很有意思，他走的这个大飞手脚，这个很少见，少见吗？好像感觉这个也很多吧，就被人家挂一下之后就直接守那个脚。手也有，当然这样手也是有的，手也有，这个也有，这个也有，但是这个少了，最近，对，是吧？那是这个多，没错，这个我是说相对于这个来说，可能这个少一挂，他是怕飞压，但是这一局他就这个给你飞压。那他说你既然走，一般是飞压。这个是不管什么情况下，他都是现在觉得这一飞压就便宜了似的，现在大家都这么来。但是这盘棋，申真旭觉得你飞压就飞了，飞完了之后也没什么，也没有什么，其实也差的极有限。这是电脑给的那个，但是我像我这水平盘，我是没有达到，就说就那么微细的我掌控不了。我是觉得都能下，还没水平没到吧，但是现在我觉得真正能到的水平不多，就是跟电脑啊，就是他一说那就你就明白了，是吧？就几分，就是说是的，这个就能够赢或者就好多少，不容易。那这太可怕了，如果说能做到那样的话，那简直是在人类当中应该是无敌了。现在不一般人做不到。是，现在白棋下的这个都这个，对逼过来，这个也可以吧。这个形状应该黑棋高位啊，再挂的话这个形状比较好啊，走在这里，然后呢这个对，他点了33，这个是最常见的。现在都是点33，以前我们第一感都是这个，但这个低位啊，它可能连连压的这个不太好。是的，这33挺好。这个情况下点33，我觉得就是比空脚点33可能更容易让人接受一点。这个可以啊，对。然后呢，它是这个连扳呢，是过去老下法啊，这个都差不多，这个、都行。对，这个可以定了班，这个常见啊，常见。如果长一个不太好啊，如果长八再长，这个白棋啊，这个形状不太好，不赞成，因为它有一个跳了，又落个后手，然后你长完之后被它飞过来，不是很好，这个时候白棋呢，它直接连班了，对，连班定型在这里。对，连班可能比这个长好，或者说也有这个的，这也可以考虑一下。飞一个呢，就是怕他这门什么飞过来，这个飞也是可以考虑。他是连班，那黑棋肯定把它吃掉，这个是要打掉，没什么可以质疑的，打掉把它吃掉，吃掉，因为这个是有个跳了。他能以后是要连压的，对，连压的这个地方他厚一点呢，他也就算了，他是扳的，他是想落个先手，比如说这样，这是他是走完之后，我相信他可能是这样走完了，要么走这个，要么走这个，邱老师说走行吗？这个，我赞同刘老师这个意见，我觉得这上面这个差一个挺大的，差一大，就可能如果说现在再压的话，它会不会粘回去了？我不知道。
以后对、哦、以后有可能在压的时候就是它是或、嗯、或者长或者粘，它是有可能选择粘。这个就这么放这儿，嗯啊，就也算便宜了。就这样呢，是一个白棋可能觉得这么比较希望走成这样啊，马上定型。这是小范，小范的棋可能他这种那个细腻的东西啊，就是边边角角什么，他这种比较拿手，他对是的，不像一下子就明显给你作战的，那好像不是那种风格，没错，是吧？他对于定型和收束是非常有一套的，我觉得是他的强项啊。嗯，他的下的很有意思，他也不走了，他在上面直接拆一个。哎，这个好像方向是总想在那个地方走，没错，哎、就是，那个地方想在那个地方走，嗯，走在哪里不知道了。对，他是我在这个地方等于三尖低加这样，嗯，还原成这样。这个时候还有没有别的选择？就是说，您说白棋吗？还是黑棋？黑棋啊，哦，黑棋就哪个位置？位置是吧？位置，这个。不知道，这个好难，很难。但是你不走呢，他就把这个抠掉，把这个三个吃掉。对，也是一种，这个也是一种啊，把这个吃掉也实惠，把脚吃掉。关键就是下一手啊，总觉得就是不是那个啥，下一手他在这个地方，在这儿，是这个。哎，两个小稳当的小差役，是不是本来想如果说这个走到这儿，然后下一步就这儿了？但是对，但是问题是如果放两手，肯定不是这样。或者这个，对，或者这个，还有至少这个，我是说两手的话，这么小坚实的小差役，好像您觉得这个效率不够高，效率不够高，或者你这个也比那个强点，或者我要是我那要知道你这么吃，我干脆。这个你提了，我在这个是不是好一点？觉得高低高一点，高低配合形状是不是好一点？也是一种想法。有没有这可能？或者说还有可能？还有什么可能啊？别的不知道了，别的要么这个，嗯这个完了，下一步就尖顶、这个、是吧？这个，这是我这么想，但是他我这么稳当，这申真旭。韩国第一号人，他这么下，我相信应该有道理吧。啊、他们基本上前几十手都是就很熟练了，很熟练，只是在于他想选择哪个点的问题，就是基本上后面一系列的下法他都知道，我想是吧？是这样子啊，这个这还没到，这才三十多手，这肯定跑不出他这平时训练的范围，我想。平常训练，你觉得他们是现在拿什么训练？拿什么软件？那肯定是用 AI 啊。拿什么软件啊？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这个在韩国，而且尤其是韩国棋手，我更不清楚他们用的是什么韩文啊？就是什么 AI 是吧？什么 AI？ 有 AI 是肯定的，那就是说什么版本不一样。我们国家队用的那个是腾讯的那个决议啊，对，决议的版本啊啊。你那时候决议的版本已经很高了吧？很高，我想。说是现在世界最强，最顶级的，最强，就看你。但是他们的强啊，就是说有限的强，我们还理解不了。比如说 AI 第一跟第二，虽然肯定强，但是两个电脑啊，都拉我们人类很远。我们用哪个其实都可以。对，我们也没有办法，就完全的比较出来他们到底。对。这个东西比那个强在哪儿？强在我不清楚。对对对，现在还没有，反正我这水平就差得太远了。刘老师，现在走在这里，这咱们这个就这么看吧，理解。他走的这个，他在这个，这个棋呢，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这怎么理解呢？我想，还有我这第一感是这个，第一感我觉得他就这么，如果这样，我第一感是这样。觉得就往前推呗，就这样，要往前推。以后可能比如说往这儿什么地方走，他是往这个地方走，他可能没有往这么压吗？不理解，不理解，因为现在我理解呢，就是说你这个飞不合适了，你在这个地方走不合适，他都给你搞断了，然后你这么靠一个。是不是这样？有这样的吗？这样，
啊，这是刘老师犹豫了一会儿之后是决定断上去是吧、啊、这是不是可以这么站一下也有这个可能性、也有可能他有可能、这个呢那可能退你退这个把这吃了吧你围那个也有可能他我猜想啊他是走这个呢先看一步之后啊你这个总是要应这个你要么靠要么飞是的是吧他下的是飞对实战就是下的飞这个他就没有从这边压过来他没有压这个他一直都没压我都不太明白这一点对我理解以前觉得这么一直压过来一种下法是吧一下法因为压过来是我们的传统的走法是的是的白棋实战下的是这个小尖对然后黑棋贴起来对这个一直就让个黑棋走了但是这个呢他这个是给黑棋便宜就是这边给你了他不往这儿走但是呢他目标在那面这个我觉得这面是虚他是走的这个我觉得非常大那面好是这样吧白棋拖了一个对先拖的先拖这个拖的三三在这边先定一下行我想这个棋呢如果这个假如说搬假如这个它可能是这个吧冲完了断吗走顶贴回来贴一个再贴一个贴回来的话贴一个你打我一个还是走什么我不知道我很想本来是想长但是我现在有点犹豫这长有意义吗那不长的话打这个被断一下搬上面搬一下对我是希望你打这个对啊打这个我就搬这个了我走后这个了是的这个可能是不是白棋可下搬这个头啊你要搬这个说不定还能打这是我就有点担心这件事情跳不合适吧跳被我长一个是吧对啊我就觉得搬住头很难受这全部压到底下去了有可能是这样吧所以黑棋也没有选择那个搬没有搬他不搬他是走这个了拐冲拐冲呢他就要角了因为这两个已经你都有一个这个了他两个放了就是清了接上就这样对都走成这样是吧顶一个顶一个对立一个对变成了一个这个棋接上黑棋把这个飞了大吗这两个都盯着这俩吃啊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不我怎么觉得这个是不是该补一个或者防一个他不知道补防一个补哪儿防这个补哪儿是个问题我想防一下防一个那面总感觉就是说挺大的对防一下防在哪儿我这个形状实在是找不太好看不太好看这面给你了吧这俩你就还有这有意义吗没有意义我就不是给他俩也没关系吧两个不是太大我觉得我不太明白就是他吃这两个子他的用意在哪里是觉得就是对这块还是要保持压力吗还是什么意思不是首先我吃完这两个你这个脚上没活是的是的局部是不活的局部是死棋对这个棋局部呢怎么个死法啊干弯一个就行了不是就俗的我搬粘就我就俗的搬粘你就俩精妙这就是死的吧是的你立我大飞就死了对吧就反正你这没活局部是死局部死但是可能跟这边有点关系对反正你这里脚上是差一手棋是的所以我把两个扣完之后呢对这个是一个有一个压迫一个追杀还想再继续便宜那如果便宜了成这样那当然就放手了没错但是呢不会看看白棋是怎么下的但是申晨旭觉得这个大是吧那还这个你既然不补刘老师刚才想在那补一个那我觉得那是空的那个地方是空空旷你还隔得老远的我肯定要走对隔老远是走在什么位置是的我就是在想什么位置最佳
那是倒是可以考虑、嗯、好像这个位置行，这个位置可以，可以，接下来可以，这个横靠一个，这个靠一个本身就是不走啊，不走，我直接就跨断了，哦，直接就跨断了，还有这招啊，直接这个也成立，好像冲我断，对吧？对，这个象是成立的，对，打吃我立，对，拐下，那就吃掉，对，那就完了。这个好像黑棋不成了。你是要吃我那个是吗？还要怎么着、嗯、不是吃那个也不成，好像这上面这只要被打着一下就不行了。征子的问题是吧？对，其实我先打一下好像也不行，再打这个，对，我被刘老师先打一下我都是要晕过去了。我全死了。这个是不行的啊。这不行啊，差一气上面杀气啊，就是这个呢是不能，就是他不，你这个漏着毛病、哦、就是靠断了。不，他不靠断，反正就已经在那儿隐含着、嗯、这靠断就马上就可以啊、哦、哎嗯，对，是这样，就现在走这样，现在就是这样的，走这样就实战。然后黑棋走了这个，走这个，那有了这个帮手，刚才那个跨断暂时不成立了。暂时不成立啊。因为这两个子您吃不掉它就行了，还就是征子不利、对，征子不利差一点。 我打完了就断打就可以了。不是，有个征子征不掉，对，这儿我再多一手棋也还可以，那把两个是棋精征掉了啊。对、嗯、现在对，那怎么办？白棋点一下，点这个，嗯，点这个呢第一感是反击，没错，反击如何？反击的话，白棋他想干什么？跳出来，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这个，哦，这个有点复杂了。哦、那这边又重新开辟战场，这比较复杂。嗯、这个复杂化，这个看你怎么应。嗯，我也不太会这个，不太会了。对，这个棋那就复杂化了。这个给你搞脚啊，我是想先搬住了再说。搬，他。是长二的啊，这个我不太，这个我不太清楚，这是要这个这比较复杂化，对，复杂，那就先挡住了再说了呗。哦，这个就复杂了，这就乱了，这乱了，这个你要吃不住，有点大，高大了，是的，你可能吃这个，断点有点多，我吃这个我怕您拐打一下，然后冲下去。我有点难受，这怎么办呢？接下来就这个地方比较复杂，它如果一贴有可能靠下去，这个就有点乱，有点乱是吧？对，需要力量，力量大的力量是吧？就对，比较复杂。但是我还是不是你这申真旭就这么申真旭就韩国第一人呢？这他这最后他也妥协了，他走这个了。应该差不多这个，他走那个靠下去啊，看不清。对，那个他没有把握，所以呢，他就走到这儿。走这儿呢，他觉得形势也哎，跳出来了。也，反正这种选择，这种他现在这个跨明显，对，不能走这个了，走这个被他跨下去了，是吧？这不能走这个了，这别的你都走不住，只有这个顶住，只有这个形状，别的形都不对，只有走这个。但是这个呢，就是说。下步搬也厉害，因为一搬你必然绝对先手，这个这里面死棋搬粘就死了，是吧？对，所以必须等于先手，他得先出来，他只是看他怎么出来。这个搬太大，是的，没办法。那等于说是先手搬住，你就要在脚上做活去了。那受不了啊！对，是的，受不了。黑棋长，这个长也很大，也大，对，也行。要不然被人家搬一下也可以，白棋横靠一个，这个够厉害的啊，值不值得靠一个？他就直接那个什么啊，直接他就想定型。走什么？走这个黑棋挤了一下，挤一个啊、对，他得把自己先连上，但是这个有被封住的危险。嗯、是的，封住，如果你只是这个的话，这两个靠是不是合适？是不是合适？他是搬底下，搬底下。他说：“您这会儿封不住他，他打了盖住头，打了可以压过来。”
哦哦哦，这个如果这样，假如说这样，这样，他把这个先顶了一下，然后再打盖过来就行。对对对对对。那黑棋就被盖死了。对。这不行。黑棋就完。这个扁花度黑棋不行。就完。对。但是呢，这个棋啊，这下得很有意思。这个棋啊，他没想到黑棋来个实战手。是的。先顶一个。他先打了他一下。啊，先打一下。先打一下。打是你的。然后粘上之后，他吼一下吼，这个拆气，实战实战是的是的实战，这个有点可能他没注意，要么你说我把他这个走掉再搬，有点太俗了点是吧？俗了，被他再一搬，是不是有点俗俗哈、他就没有比较不俗，就比较。虽然说这黑棋这步棋看着很奇怪，对，看着有点俗。但是他先把你盖住了，怎么说？对，我先把你护挡进去。因为这两个交换，他现在就这个没有了，这个压不住了。本来这个棋一顶就不是就闷的，就因为多了一个这个，多了口气。这个申真旭来一个就是实战手。对，顶一个走了一个的，他能封住，我觉得封住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节点。他封住啊，目的达到之后啊，他时不时虽然这儿有个断点，但是他这个断点也唬住了，这里面你也得稍微的注意一点，但封住也不小。总的来说怎么样？总的来说，我觉得你要能封住也不错，但是你这个白棋呢，这个也算活了，是不是？它那个在里面形状也是两分吗？可能还是差不多吧。差不多也是个两分，还两分的棋。好像这个局面看起来还挺早的。虽然说，不封住当然最好，但是现在也没想到这个实战一下他给他封住了，封住之后黑棋的目的也算打也算行。封住如果说这个局部刘老师他脱先的话，黑棋是现在不行，现在不对了，现在有一个紧气的关系，是不是有点不一样了？他不能直接搬砖，直接搬砖他挡一个先手。对对对对，那你就拐一个，拐一个，拐一个，他局部他能活吗？他煎一个，煎一个是不是被大飞局部就已经不活了？看着不像局部能活的样子。这个棋啊，我走这个，你走这个是吧？对，这个活的有点惨。对，很都三目。对你还要很惨。对啊，这大飞是什么呀？像是要活的样子，但是呢，像是要活。大飞他走这个。对对对，他走这个。你说大飞像是要活的样子，但是呢，有点稍惨。有点惨。不是，他会扑这个。对，他先走，他不是直接挡。但是这个棋啊，他有点那个什么。有点什么招吗？这个棋啊，有什么招啊？比如说我这个。啊，可以直接走这儿啊？我都不太会。不，我煎一个，煎一个。煎一个，煎一个，我也得靠住吧，不行。煎一个，对。哎呀，这个棋我真的是不知道，这个好像我你一扑我能够那个什么，你一扑啊我能够把我给弄死似的。你要不团一个，团一个我还是歼二二，局部倒是活的。对，活是你看我不要就要打个有个能够打劫之类的，但是这里面啊就问题等挺多，这个不你别现在别想吃它了，这黑棋还紧着气呢。黑棋紧着，现在吃他是吃不着，他挡一个这个，他挡了，他是要虎过去，现在不是脱先的问题，现在是他一紧气啊，搂过来，就是这个就很大，黑棋飞了一个，黑棋飞啊，然后白棋点进去了，点进来，这个评判现在怎么样？现在目前啊。目前是不是还差不多呢？差不多，这差的不多，反正点进来，我觉得差十个点都不是什么事儿。煎一个，这是先手，接上，先手，对，再压住，压住这个，对，长一个，他如果贴下，他会往上贴，也有可能，长，接上，对，白棋就捞一把这个，黑棋飞。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现在目前还是一个势均力敌的棋。
还差不多，嗯，还是白棋捞了个实惠，但是黑棋走在中间，嗯，这也很难判断。判断白棋发这个飞，白棋飞了一个，这个飞也很大。他如果被黑棋这一带走一个的话，嗯，首先这个马上要飞下来，飞本身的这个可能都有这个想法，但是呢，现在他这个地方有弱点，他有可能要走，哎，这个地方有弱点，不，这有弱点啊，搬了连扳有弱点，哎，所以这个飞这个。飞这个，嗯，哎，然后黑棋立下去，这个挺大的，挺大的，嗯，这个很大。他先把两块分割开，那么待会儿慢慢再搜刮你这块棋。他还有别的想法，他，你不走这个里面，还是有点难受。但是呢，他是要紧着气啊，嗯，想紧气。他是这样，就是说，这个如果是白棋走到的话，是先手，等于说他要吃他的时候，那等于外面黑棋有手棋在这儿，那黑棋这块棋就变成很厚了。他有了这步棋之后，待会儿呢，我就可以想办法再攻你这块白棋。哎，他要打吃，粘上，他走的够那个什么的。然后白棋顶一个，接上。要顶嘛？啊，他是走的这个，嗯，挡住，紧着气，他是想让你摆那个，这个，对，他先把你眼给除掉，白棋打了一下，打是你的先手，啊，但现在这个地方有点复杂了，嗯，你这么追着他，他本来想期望他走这个，他现在。他如果这样，再把你得落了个后手，这样吃掉。你这不走是，你看他这个受不了，是的，是吧？所以白棋他不肯呢，他得想点办法。这个，他是走这个，这个是眼见的一个手筋，嗯，眼见的手筋，嗯，拖一个。嗯，那挺好的一个眼见的挺好的一步棋，对。但是他没想到是。他反击了，如果你走这个是正常的，我觉得他肯定以为他不能反击的这次。对，哦，对，如果这个是正常，以后这儿还有种种的味道跑出来。这是白棋的预想图，但是呢，他反击，看反击啊，长，对，粘上，这个有点复杂了。这个本来他粘，他以为这个粘先手，他可能以为从这儿粘出来黑棋就不行了，嗯，结果发现人家是不是可以先击打他一下？那就是他就是这个，他就是击打你一下。哎，但是我要是这样哈，啊，这个棋，我要是在这儿卖一个，哦，卖一个，卖一下，这儿，那肯定得搬，哎，这不用谈，对对讨论，对，哎，对对，你这样的话，哎，卖一个就成立了，卖一个，但他肯吗？如果卖一下的话，黑棋是不是，嗯，对，就这个就算了，这个算了啊，这个算了，对，这样。这样、这个，这样是不是能可以妥协？嗯，这个当 这吃了好像也挺大的，这也不小，当然不小。我觉得要把它吃了吧，吃掉，加手棋把它吃了吧，这个好厚哦，对，非常的厚。那个可以，或者这一类的，嗯，卖掉，卖一下算了，卖了，这儿再来一下吗？爬一个。嗯，就爬一个吧，要不然被他挡了。爬一个，那我打之前先挡掉吧，哦，要不然就这样吧。哦，行，好，嗯，可以，就算你的。接受吧。对，然后就这样。这样，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不明，不太明确，这件事情。先长，嗯，先长，粘上时候卖是不是就不对了？你如果粘这时候卖的，这个时候行。这时候卖的话，他可以急打吗？对，急打，急打接上，然后再哎，急打，对，他有一个这个，再冲吃，冲吃，那白棋拆气呀，来一这个不行，拆一点，白棋正好拆气，对，嗯，对，这个不行，嗯，嗯，你这个时候再粘上，哎，那外面这个一断碎了，是吧？这就碎了，都烂掉了，还有这个棋啊，我们再继续看。变成是这样的啊，嗯，这个是在这样的棋，对，这样的，
对对对对对，啊，这样的棋，对，嗯，这样的棋，只有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卖，才有可能，嗯，是不是？长之前卖，长前，长完了就卖不着了。如果你这样，嗯，我走这个，你这个时候就不成立了，不行。为什么？我这一粘，那只能打在外面或者粘，争子还不利，那还是打吧。对，你如果粘。我这样粘是不是就可以了？这打了断被蒸掉了。对，就是说你这个，对，哎，对，如果你这里有一个子，那还行。现在这个差一个子，问题我这好像蒸掉了，得到这儿拐弯进去了。是的，其实就差这一点。对，我就是说。先卖一个是可成立的，嗯，但是那个妥协呢，好像一是不是白棋也就算了，没办法，就这样，就先压一下刚才那个图，哎，对对对，尝一个黑棋接上，那个有先那个图好像双方都能接受，尝完把这个吃掉为大，活净，嗯，哎，那个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啊？现在他没有走那个，我就给他我的计算就是先卖完尝先压一下才是可行。现在他没有压，是单长，结果没想到这个被他硬来了，再粘上，这个就来不及了，你来不及走，哎，吃了，然后呢，他粘上，然后黑棋急打，急打，急打呢，这个时候你如果粘上，嗯，是正正形啊，然后黑棋打吃这个，哎，对对对，那现在怎么办呢？如果他有一个这个，这个粘和这个粘，哎，对了，两个二取一，嗯，就是你只有两个像，嗯，啊，你粘这个被他粘回，这两个被他一断呢。嗯，差一气，是的，这个是白棋，如果被他吃了，太难受了。嗯，这四气三气，差一气，所以说差这一下啊，嗯，这个黑棋算路比较精确，呵呵，没有办法，这个棋走成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哎，就这个时候，他不能粘了，没辙了，这个时候不好办，他是粘的直接粘的这个。那么黑棋当然是不肯妥协提那个的，他肯定是要断掉，然后很勉强的做了个劫。哦，这个劫就是、这已经不太对了，我觉得不是这个劫就是等于是无奈之举了。因为你即使接上他这个劫，黑棋底下一弯还是能把你吃了。你说哪个劫？就是说这个劫他打赢了，他粘上也没用。哦、如果就是脱先，对对对，他粘上也是也是死的呀。不，他这个叫做什么呢？就无奈之举，一个顽抗。但是这个呢，就累，这个累，哎，本来你因为这个不行了，嗯、所以呢，他这个来拼一下，这个呢，实际上就有点辛苦，没错，有点辛苦，嗯、因为这个黑棋呢，提劫，这个有点辛苦，白棋搬一个，搬这个，对，挡住，然后提了这个，这开局无劫，现在没有特别的劫，你要哪个劫都没这个大，是，但是没有劫，他是走了一个这个，他弯一个，弯了。弯是一跳就叫杀，对。但是呢，你也这个，你不能，你如果走的他是万劫不应，去哪儿去找个劫财？你随便走两个手，走两个都没有了。是的，他这一提关键还有个叫杀，嗯，这是开不起的。你随便摆两个吧，这个局面，我先把那个抓掉。对，那我不走，我粘也不像话，不能粘。这不也走完了，哎、这是一粒还是死的、哎？对对对，所以呢，也只能硬。嗯。然后呢，他再黑棋提回来，提回来。他是压了一个，是吧？哈、嗯，压了一个，可以去搬，反正你走什么我都硬，搬没什么，搬好还是提掉，是不是提掉可以啊？提掉这个，提掉是不是有点不太好？我觉得还是搬吧，还是搬啊，反正那个劫他打赢了，他也没有把我吃掉，搬打赢了他还且打呢，但是这个就是白棋，不是这个就是说白棋也没有，他就回一个算了。肯回吗？实战他是回的，回的，回了一个。有没有更顽强一点？你想直接把他？不是顽强一点是？劫给他打赢了说是吧？这个，哦、这个够狠的。有点顽强啊。那就走两个算了，就比如说这两个。哦，对对对对对，哦、也是。对，那把我脚给吃了，也不太好。那就要么只能这个，只能来这个。那这个他肯定要挡住的。这个肯定要打，是吧？这个要打，对，然后再提，嗯，打那个劫，就干脆就这么拼打劫啊！这还有一个劫呢，
俩就粘上不一定是结了，就有可能有商榷的，有可能有变，因为脚上是个打结了，那就不一样了。有变，不粘上之后啊，他来一个这个，你受得了吗？来一个这个，顿时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顿时就有可能。那就直接打上去算了。不，他如果这个的话，那我只有直接打上去。不，你不是这个情况啊？你说这个、现在这个情况，那不能打上，打上被一冲已经昏过去了。对，不是这个情况。如果这样，那被冲一下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那可能忍回去，那也不太肯吧？对，这个还不敢，做第二下就不敢了。第一下可以，第二下。但是斑有可能损了，就是。就搬啊、就是，但是他都没有这个深圳戏都没有走，他是直接深圳戏他直接打、对对对对是这个直接这个好，那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叫什么呢？我粘了是不行，被他一粒死了，但是我如果挡的话，这个结还没完，就算我再脱先，你粘上还有个结，粘上它又是个大结，所以呢这个变成了一个。说不清的了，好几手结，哎，就是对黑棋比较有利，黑棋一手可以解掉。不，你要走这个，他还有可能脱先啊，你再粘上他再给你打劫。对呀、啊，就是说这个棋呢就变得一个，所以这个白棋这个打劫啊很累，你这自做一个打劫，你让你走你也很累。那我觉得黑棋这一代应该便宜了，好吧，刘老师？好像便宜了。我也觉得是。不，现在你走了一个很累的劫啊、嗯，他大局啊，他在外面走几手，你就算吃掉他，你花好几手吃很累。他只要大局不失，他在外面走、嗯，因为现在这个空旷的时候，在外面这个价值大。他走什么？他跳了一个，黑棋跳、嗯，黑棋跳，嗯，啊，再跳这个，再跳这个，想把自己形状处理好一点。但是看起来好像还是不太好。黑棋也够狠的，瞄着他走。对啊，他就是，哎呦，这个棋不是、追杀你这一块，不让你随便把眼都做出来。他搬了一下，然后还要粘上，粘在这儿，省得你这断了把我这个子吃了。哦，对对对，逼你在脚上做活。对对对对对，你这劫反正一时半会儿你也打不赢，你好几手劫主要是。他冲了这个。有点慢哈、啊，嗯，这个我怎么觉得特别大？对啊，就是很大。我不能中间找个机会赶快拆二不行吗？有那个心情、反正中间想赶快脱先拆二。他就要这样走的话，被他飞着有点不舒服、啊。不知道刚才能不能腾出手来、走这个？有点那什么了。对，刚才白棋一直不敢腾出手来。显然是不太敢，是不太敢啊、哦！可能这个变化有点复杂，可能时间关系，我们不能细摆了，嗯，我们看看这个是那个什么了。他是走这个，他中间，对对对，这个、中间，对，他要破黑棋的中央，但是这样、现在这个空旷的很呢、不知道往哪投了。我觉得上面这一带明显是黑棋，如果这面他有可能这个是吧、他是要这个。如果你这个的话，他比如说在这个，对对、这样破得很。他走这个，然后黑棋，白棋往前大踏踏步，拼了、这个、拼了，拼一下，拼一下，拼一下，这个要拼一下。那这样，再拼，那个不拼的话，你说往上连呢，有点可能他也形势紧迫了，他还够狠的，这个够狠，不是这个，这个呢他就不行，他觉得不行。但是这个就是这风格比较犀利，他就是说你搬哪个我给你决断就完了、以正面作战，对，这就地解决，嗯，他这个比较狠，他觉得这样的话还怕那个不好那个什么，嗯，那好看他的吧，看他的手段，白棋跳风格，他是觉得白棋搬，我就把这个抠掉啊，他觉得这样也够，他当初没有这样直接穿断，穿断他是要全吃、嗯、那么他走这个呢，他吃这边或者这边他都觉得他觉得吃一边，他的判断吃一边就行了，就吃一边就行了、对，然后黑棋跳这个小尖，哦，这个厉害啊，这个厉害，这个太狠了，他是要求什么呢？这样你断的话他要双打急打，急打，对，急打。如果接上，粘上就粘上，对，给你拼这个。如果说黑棋断打，那再他就立下去。对对对，这个黑棋好像总会死。这样对杀你很危险，
我觉得黑棋基本死掉了，死掉很危险，对。这怎么这现在目前就完了。所以这个棋黑棋看怎么办。黑棋好像现在的手段呢，要么是搬那边，要么尖这个，两种下法。他是搬的，是这样。如果尖，你当我吃这个再吃，是吧？但是你可能会这样，没错，走这个你提那个，有可能这样，那这个中间也损失挺惨重啊，都被冲进去很多了。对，他是选这个，搬这个，你要挡那就上当了，挡我一打一穿，你要挡我就打再急打那就不一样了，对，再急打这抓过去了，就不一样，这脚上是个结了，他希望是这样，对，那黑棋就拼这个了，他是走这个，胡打，然后他长，他是长的，飞是不肯啊，飞进去他怕，飞他怕被他扳断吧，怕扳，这直接吃了有。是说他不会吧，这直接吃了有点过分，对，断是不是也有可能我单断，反正都有可能，他是走的这个，这个是吧，看看实战啊，刺一下刺的是他的先手，接上，对，他白棋把这个抓那个吧，是抓的吧，抓掉很大呀，抓掉特别大，他要是尖的话他可能就抓不掉，他还把虎一下，虎代表这形成了个转换，脚给你得一点，让你活到脚，但是外面哐哐哐抓两下，也有所获，这个应该说还行，对，也有所获，黑棋下的是这个，对，黑棋下的这个，如果把这个都连为自己的话这个棋局他还是主动，而且形势不错，这个时候是他的优势的控局啊，他这么控局也挺好，这盘棋真的是下的很复杂了，现在点一个，点这个，对，然后黑棋长，哇，他这不是往上面打的，上面打他这样，对，他可能绝对不肯，对对对，他要这样，对对对对，是这样，这样那就断上去喽，断上去，这个形状好，说的了，不能虎吗？虎是不行，虎怕搬，有可能。还是什么意思？不知道。我觉得他应该是怕搬吧。怕搬。搬一个怎么办呢？端，搞不清，这个有点搞不清。就打完了。我不知如何，这个形状搞不清。又是不明状。对，它是这个，那这个的形状是不是白的还可以？像是可以，像是可以。这黑棋他是已经判断清楚，觉得这样可以吗？粘上，粘上，爬二二，他活棋，然后他是这个小飞，对，小飞，这个要紧的，然后否则这个地方是空的，断的，有个飞呀，压一个，长，然后顶住，对，这个呢就是这么个定型方式，这个不要再吃了，吃了没啥意义，他这太小了，给了，对啊，有点见小了，就这么定型了。这个定型完了之后，黑棋赶快转手提劫，终于有空提了个劫。提劫大还是刚才没功夫提劫，然后白棋靠进来跟他继续搅和，看来正常收下去应该是白棋不太够。不提劫飞一个也是可，飞一个他这个地方不太好走，可能是的。行，他是这个脚。这个要既然搬就断，就是这么搅的。这个，然后顶打，这个就搞大了。冲吃，提掉。对，这个都弄到我府地了。这个棋呢，双方都没有退路了。就是他玩的有点大了。对，是。本来大家和平共处，一收就收官了，就大家。如果一方觉得行的话就收了，都不退让，那就直接就断，然后这是个打劫，争子打劫啊，争子打劫，只能是这么争，对，那么争争不掉，劫财的问题，那样争争不掉的问题，他还先跑了一下，省得一会儿跑不着了，争子打劫，这个劫财问题提掉，对，这下得很精彩啊，都。然后他在这儿搬了一个找劫，黑棋就把那个给消劫消掉了，劫财的问题，他这样就够了，已经看清了，这个一搬一走啊，这个脚是死棋，都吃的很大了，不，你看这个里面你一走他一尖，这个是死棋啊，但是呢这个棋那个死了之后呢，这面他下来等于一个转换了，他走着断一个，对，断了一下，断这个棋呢，你好像只能是双
顶是唯一的下巴，唯一的，唯一的。你如果走这个，它有一个这个恰吃啊，哎，你走这个它挖回去了。对，只有唯一的顶，唯一的顶呢，它能够给你啊这儿有一些有点味道，不味道，留很多味道。他这下还没走，他先搬砖了，黑棋。哦，搬砖啊！搬砖是他的，搬砖是他的权利。嗯，怕他逆收搬砖，走这个是吧？对，粘上，粘上。然后黑棋把这个粘上了，再挡下去。挡下啊！打吃，打吃这个，白棋长。这个地方黑棋粘上，对，粘上呢。目前你如果这样。给我打这个劫，但是这一般这个死了是不行的，啊，这个劫小了，这底下，哎，对，所以呢，你赶快也活了，赶快要这样，逼迫你，因为那个连着那块的死活的问题，这个都必须要搬砖，搬砖呢等于你大杀我，大眼杀我小眼，等于你这活了把我给杀了，对，但是他这个补了之后呢，他也下来了，这个转换，这等了一个大转换，我们下到里面变化很多，因为时间问题，这个大转换不管怎么说。把我脚吃了，但是呢，中间也损失很大，我这个下来很多。总的来说，邱老师评判怎么样？我觉得好像目前黑棋形势还不错。不错的有限吧。嗯，不是特别多，就是领先的不是特别多。下来，比如说20目，但是那个吃的有点大。对，这脚上吃了也挺大。我觉得黑棋下的并不简明，说真的。啊。他走的什么？他现在提又提劫啊！这个劫还在，这个，还在，还没打完呢。哦，还在接着打呢。搬这个对不对？收这个劫，这个劫应该这劫无所谓了啊，是搬的，觉得对吧？搬的，对他搬吃打吃打吃，对长对不用不粘那个，否则长是对的。如果提了粘上先手，对。他是粘上吧，提劫了吧？啊，没有粘哈，他没粘，他是提劫了，然后白棋压了一个，这个没有。对对对对，提过来，呵，黑棋把这个粘上。这个他们这么顽强，顽强的很，确实啊，非常顽强。我甚至觉得，这个棋这个粘上他没活呀，还压迫他一下，先让他逼他加上做一个，是吧？他还没有过，你这个没活呢，我这搬你没活呢，也可以考虑一下，但是这个也很大啊，这个也很粘上，还是粘上的。然后白棋把这个打拔了，这个很大呀，很大。刚才刘老师就说要把这个粘上，想粘上，有这个冲动，然后再提劫，提掉。不过他黑棋啊，他现在觉得稍好，他这个判断。高手的时候，这个地方是最关键的，在关后半盘怎么收束啊，特别的，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其实很多你前面下的好，到过后面你呢把它变成赢棋，胜势变成赢棋，特别怎么把它赢下来，它就赢的不要多，它怎么能控制局面，只要能赢就可以了。哎，对，它是提劫，然后它点一个，它粘上，再点一个，弄得让它难受一下，因为有还有官子们，再提回来，大劫大劫，哎呦，他这劫财是没完，他找什么劫？现在白棋该黑棋找，这个是他现成劫，对现成，这个是再提过来，对，那劫财很多，他能够搬哦，这个考验一下，挡住哦，这个狠，这个狠，这个够狠的。本来啊，一手啊，我要煎一个是一手能回家的，是的，哎，他就考验你，但是考验我一下，我就给你拼了。这个黑棋他如果粘上是一个本分的，但是打上那就拼这个劫了，而且这棋怎么感觉越来越乱了，提掉够狠，那等我再黑棋把这个提了，哇，白棋跳一个，因为他还忙着那个，这个有点复杂了。他粘住，这个也要，因为他还有。然后搬。哎呦。提掉。对。白棋跳一个。中间跳了一下。跳在这里。跳在这儿。吓得有点精妙了。我都是这。看的都有点眼晕，吓得有点精妙，看的有点眼晕，他想往黑棋空里去，再提过来是吧？那只有再提了，提了一下了，是吧？这个不提不合适吧？他贴的是再提还是提那个劫？他提了一个，提了一个，
找劫，那找这面劫，提了一个，然后黑骑士下了什么？再提那个，把这个提了是吧？提这个，我觉得得提了吧？好吧，你不提的话，他威胁他这块棋呢，威胁他，然后白棋是走的什么？我看啊，这个现在还有什么劫？他好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找劫，我是觉得劫财。黑棋一提，这个棋有点复杂。现在呢？哦，他团了一个收气，然后黑棋提劫。提劫哦，这么。然后白棋提这个，那把不抓了？那他亏了。可以了吧？抓了。这个棋没有抓掉，还得继续打劫，他是提的这个。他提的这个。为什么不提这个？我也不太明白。他觉得这个劫就是他的了，他要把中间的空先守住，他还不肯让你钻进来呢。不会啊，这个他是这样的，现在是劫在黑棋手里哦。那么白棋应该提的是这个吧？对，黑棋大吃，提掉，这是他的劫财，再回来，然后再提这个。哎呦天哪，他们这个提的简直是看着都眼晕了。好，再把这个提了，现在白棋的目标是要把这个劫打赢。看起来是看着眼花缭乱的，好，大家我看着也是有点晕，弯了一下，就是找了个劫，找劫。嗯，然后现在是打这个劫，主要是然后顶了一下，挡住白棋提、劈这搬这个、他倒是不怕人家恰进来跟他打劫，恰进来跟他打劫，他觉得白棋没有劫财。怎么是这个粘上屈服了、对，他就粘住了，粘住了，再提劫，然后提劫，然后这儿要了一个劫，好像是不是？是断了一下，断了一下，把这个抓掉，提掉，再提回来，哎呀，对，再提回来，这个劫没完没了了。没错。这么下啊，打这个劫，剩下这儿搬了一下，白棋就挡住。这是劫财，对，劫财，提掉。再提。然后白棋提了这个。黑棋提了这个。对。这劫打个没完没了，我看这意思是。那我如果粘呢？他就是粘上了。然后黑棋继续扑跟他打劫，这是身体太好了，我觉得他。就是打这个了。然后白棋再提这个，看着是不是？那提这个吧，再提这个。是吗？完全处于晕的状态。可以提这个。是提了吧？现在劫财。劫财再扑了一个，扑一个，然后白棋得弯，这得硬，劫财，黑棋提了这个，提这个，够狠，他们两个下的真是弯，我这一下都损了，损，两步呢，多出俩，三个劫了，这是拼大的了啊，再提6。拼得很厉害，这下的真是这门劫财，他就贴了一个，他都不跟你打劫了，他觉得我已经赢了，提掉。他这个冲完这儿还有俩劫财，把这个劫财给杜绝一下。他现在白棋提这个，对，提这个。黑棋下了什么？他是不是去收了个官子还是什么的？好像没什么别的可以下了。这儿有个吃，叫吃。他现在吃了一下。这个大劫财接上。对，然后再提回来。提，然后再冲一下，冲，挡住，吃，再提回来，然后提，提回来，对，然后再提这个，提这个，对，那肯定得作业，那里面是一个受不了，这里面盘角区4，他团对，里面是个大盘角区4，黑棋这个盘角区4，中国规则就是死棋啊，韩国也是死棋。对，然后白棋下了个什么呀？这个现在该白棋的劫财，这要么照这个劫，还有一个劫财没有了。他没找没找了劫，没有劫了吗？是走了，他断了一个，先断的，
然后黑棋提过去啊，就我觉得两个人下的是不是都热血沸腾，然后再打，热血沸腾啊，然后再提、啊、对、啊、对不对，然后再提这个，对，提这个，我看他，然后接下来黑棋是走了什么，刘二，黑棋啊，对啊，黑棋我觉得他应该是提过去了，六零六一六二，该六零六一六三，该六三，嗯，六三他是不是哪儿提了一个还是怎么回事，嗯，没，六三是怎么被他、啊、他现在是刚才白棋提了这个是吧，嗯，断的时候提了这个，对，这有点晕了，然后该黑棋下，嗯，黑棋提了哪个呀，黑棋没有看到他下哪个，哦，他是这儿挖了一个好像，不是，他是白棋提的时候他挖的、啊、刚才您是什么时候提了这个来着，就是前面提了这个，不，你六零打的时候六一提的，然后呢你六二提这个，提这个、哎、然后现在该黑棋，哎，对，那按理说黑棋应该是在这一带走一个的，哎，对，黑棋现在这个时候走什么了，没看，黑棋不把他抓掉，没有抓，对啊，我就没找着他走的，走的哪，我看我还在寻找之中、这个棋呢，找不着劫了，哦，他冲了一个，哦，冲这个，哦，我说他走哪儿了，冲这个，然后白棋提，对，黑棋在，然后这儿这个哦，他挖吃这个挖吃他，你只有走这个了，他只能这两个子绝对、哎、对，不能要丢了，然后这个时候你提这个，提这个啊、哦、你如果粘上啊、哦、如果粘上对吧，粘上那我只能把这个先提了，那他再提这个啊、哦，粘上他有可能是这个吧，我估计这个把这 个提了，把这提了，黑棋先把这个提了、哎、你如果吃这个我再提这个，哦，那这个是先手了吧、哎、对对对对对，这个中间他连上了吗，没连上，这虎一个，不，他粘上的话虎一个的，不是不是，他就把这个提了，对啊，你如果走这个他就提这个，你大概是会提这个，对对吧，我先找一个劫，就是这随便这铺一个之类的、哎、对，找一个劫、哦、再回来，嗯，你这个他又再提回来，对对，这个地方他连不上，这个黑棋一虎他都是断的，对，就是说、嗯、如果你走这个，嗯，我这个虎一个，这儿有个扳断，嗯，是吧，扳断，好，好像就是这么进行，就是进行到这个时候是不是就不行了，对，嗯，是就这么来的，对，哎，他现在是六三冲了一个，对，冲这样的棋，这样的情况，嗯、好，嗯，然后打完了，黑棋提，白棋提过来了，白棋提过来，黑棋提过来了吧？六七，刚才哦，他现在打了这个劫、嗯，白棋现在找了这个劫，对，我们给大家还是很负责任的摆清楚，摆清楚，他提过来，提一个，对，然后他找了这个、没找这个劫嘛，找这个劫，他就是铺了一个，铺了一个，然后提掉，提掉，再提回来，黑棋提一个，哎，提这个，这个时候在黑棋手里，对，这个是在黑棋手里，啊、对对，黑棋他现在提这个，对对对对，三，然后白棋下什么了？这好像没有劫材了，没有劫了吗？啊，然后他接上黑棋把这个提掉，把这个提掉。把这提了，他提那个，他提这个，嗯，提这个的时候呢，黑棋爬了一个，然后他打吃，哦，他把这个提了，哦，他粘回去了，那不行，那这不够了吧，对，然后就打回去，然后就收官呗，那不行，嗯，那不行，这要麻烦了，那个如果只是这样、嗯、只是这样没捞着大的，对，小没捞着大的，这个最后结果是这样的，我已经看到结果，就是白棋是因为每方三个小时，然后他超过三个小时罚两点，嗯，他可以超过两次，嗯，总共罚四点，那这次呢是白棋罚了两点，也就是说他超过了，每罚一次是延时二十分钟，最后的结果是黑胜五点，也就是说白棋罚了两点的情况下黑胜五点的，本来正常的应该是黑胜三点，哦啊。哎呦，这个下的啊，这眼花缭乱，后面确实两个人打劫打的是不是有点晕了？看着只是和这个时间上没办法给大家细说这个，是不是变化很多？嗯，而最后的结果呢是申真旭啊，最后以五点
获胜、啊、没错、啊、好，那这盘棋呢我们先给大家讲解到这里，一会儿呢休息一下，将为大家带来另外一盘精彩的16强对决，休息一下，一会儿见。